芝麻芝麻快救我，妈妈总是逼我喝牛奶，怎么办？小朋友不爱喝牛奶怎么办？不爱喝牛奶。大家好，我是牛奶人福尔摩月。你好。你好你好。那就是人为什么爱喝牛奶，而不喝猫奶、狗奶什么的呢？是啊，人类一听到奶或者 milk 这个词，就马上会联想到牛奶。牛奶不过是很多很多动物奶当中的一种而已。那为什么唯有牛奶可以脱颖而出呢？可能是因为牛奶的产量比较大。你想啊，这个牛这么大，但是小猫小狗呢那么小，而且一生小宝宝就生一堆。可是你反过来看牛呢，牛只生一个宝宝，而且牛宝宝还总是喝不完牛妈妈的奶水。最重要的一点，我想啊，由于牛奶的营养价值和人奶的营养价值最为接近，它含有人类所必需的一切氨基酸，消化率还可以高达96%，特别是含有比较多的钙，一杯牛奶就能提供人体钙需求量的1/4。这个牛啊，是能够与人类共同相处、共同生活的好伙伴。牛体型庞大，劲力十足，可以为人类驮运行李。牛以杂草为食，却能转化成营养丰富的乳汁。哦，是，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哎，那牛呢？牛都去哪儿了呢？我们能看到阳光，我们还有这么多的草场，对不对？你们知道这叫什么草吗？苜蓿。对了，小朋友，这个草叫苜蓿，我们每天都要吃它，然后我们就可以挤出很好喝的牛奶，这些牛奶的营养成分就会很高了。你看，我们每天吃到好吃的草，你说我们在这里开心不开心呢？开心。你开心吗？我们一起奔跑吧，好不好？苜蓿好吃吗？牛为什么要吃苜蓿？阳光灿烂，风景无限，单头奶牛乐趣无边。但是看上去很不错吧？我看不到那么完全的阳光，我只能看见的阳光只有这么一小点儿。而且我跟你们讲啊，戴上牛头之后啊，太热了啊。刚才的奶牛可爱吗？其实那是我。当一头奶牛很快乐，但演一头奶牛啊，呵呵，那你得做好出汗的准备。其实奶牛们生活在这里一定是非常舒服非常开心的，有阳光，有草场，更关键的是这里的草可不是一般的草，那就是他们最爱吃的软黄金苜蓿。现在我们看到周围这么多的苜蓿好像有点矮，这是刚收割过的，原来啊他们可以到我大腿这么高。哎，那苜蓿究竟什么味儿呢？我替大家尝一尝。能闻到草的清香味儿，很嫩，但是肯定没有牛奶的味道更好，所以我们要奶牛们通过吃苜蓿把它的营养转化到牛奶里，再被我们吸收，既味道好，同时还补充了营养。这里啊拥有20000多亩的苜蓿草场，养活着这里的5000头奶牛。你看他们吃到的都是一些干草。为了能更加的了解牛的幸福，我还吃了一回苜蓿。哇，闻着挺香的吧，咱们来吃一口吧。有点像那荠菜馅的饺子。应该是苜蓿吧。没错，你看，其实我们吃的就是这东西。那苜蓿呢是蛋白质王。
软黄金、绿色黄金，含蛋白还是很高的。就牛吃上以后，它主要提高这个奶的单产和奶的品质。那牛，您说它吃苜蓿也是可以给它补充蛋白，那它爱吃吗？那是相当爱吃的。如果是你把它就放到这个围栏式的时候，牛能看到这个牧草的时候，闻到那个香味，牛就过去了。苜蓿草是绿色的，对吧？对啊。那为什么牛奶是白色的呢？那在牛奶富含的各种营养成分当中，有两种成分和颜色有关，脂肪和蛋白质。这两种营养成分的微粒不溶于水，它们漂浮在牛奶里，由于它们吸收光的能力比较差，所以几乎所有的光都会被反射回来，合成白光。这样一来，牛奶看上去就是白色的了。但我还是不知道牛在哪儿啊。看过了苜蓿草，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江苏宿迁的富源牧场。哇，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刚才的草，同时还能看到后面一大排的牛舍，奶牛们就生活在这里。这座牧场的占地面积大约有20000亩，什么概念呢？一个标准的足球场的占地面积大约是7140平方米，那每亩地相当于666.666666666平方米，也就是说这座牧场大约相当于1860多个足球场。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草场，可以看到奶牛，同时也能了解到牛奶生产的过程，这是一个完整的生产链。哎，那我们在这里会不会看到小牛们呢？为了避免一切隐患，即使就是来看一看奶牛，我们也必须经过一个过程，那就是消毒。趴在这里呢，它是睡没劲儿。哎，因为这只牛啊，其实才刚刚出生不到24小时，刚刚一天，身上有点湿湿的。它的体重啊，现在大约有60公斤，就是120斤，快赶上我了。啊！立刻站起来了。那它长大得有多重了？比你重几倍了？对，长大了有多重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会看到这么多刚出生的小牛呢？因为有小奶牛，就有奶呀，我们就可以喝了。对，你太棒了。要是牛妈妈不下奶牛的话，它上哪儿挤奶去呀？它就不会产生奶了。所以我们能喝到牛奶，是因为奶牛妈妈生出了小牛之后一种自然的反应，于是我们才能喝到新鲜的牛奶。那小牛生出来一天它就能站起来了，但是因为它身体很虚弱，所以它还是得在这里生活。都是黑白花的吗？咱们看到的是不是都是黑白花的呀？那其实奶牛是不是都是黑白花的呢？咱们一起去调查一下好不好？现在这里的小牛是比刚才那个好的宽多了。这里的奶牛啊，比刚才那边的小婴儿奶牛大一点。其实这里呢，小牛呢也叫牛犊，这儿生活的全都是刚出生2-3天到半岁之间的奶牛。芝麻，为什么有一头牛是全黑的呀？哪头牛啊？就是那一头。哦，你说那只牛是吧？它的颜色其实并不是黑色的，仔细看，
它的颜色是棕色，有点褐色。它叫娟山牛，这种奶牛的特点，它挤出来的奶啊，蛋白质含量更高，营养成分更高。把它的奶和其他的黑白花的奶牛的奶混合在一起，一般的奶就也变得更有营养价值了。你觉得奶牛到多大了，它就可以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奶牛，也就是说可以挤奶了？两三年。要想让奶牛的奶被我们喝到，首先第一，它必须得能够先生出一只小牛，才能产出奶来，对吧？这个时间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一只小牛它要长大，大约需要14个月的时间，然后才能自己肚子里也怀一只小牛，等它把小牛生下来，才能够挤出它的第一杯奶。这个过程又需要10个月，这两个相加在一起，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这样的一头小牛啊，才能挤出第一杯奶。那奶牛产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得去看看成年的奶牛，再看看他们怎么挤奶，好不好？好。想去吗？我想啊。走，在这边，跟他再见。再见。再见喽！再见喽！再见喽！产奶的牛到底在哪里？哎呀，终于看到大牛了。哎，我来跟他比比个啊，你看我跟那个奶牛谁高？你跟奶牛好像差不多高吧？差不多高。嘿，我跟你说啊，就真正的就这种荷斯坦奶牛最高的真能有1.7米那么高。当然了，我说的是成年奶牛，说到体重那可就远远超出我了。一头奶牛平均体重大约在450公斤到750公斤左右，两头奶牛加一起相当于一辆小汽车。那这么大这么重，那奶牛是不是很能吃呢？当然了，一天吃几顿啊可不能论顿算，奶牛这一天啊是不停的在吃，更能喝。那他们一天要喝120公斤的水，那吃了这么多喝了这么多都在肚子里，多难受啊。没关系，他们的新陈代谢速度很快，量也很大，每头奶牛平均每天要排掉大粪30公斤，小便就更多了啊，要尿出去40公斤。哇，这么多奶牛每天有拉有撒的，这些牛舍里能撑得下？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们有很高明的科学装置，仔细看一下，就在它们生活下的这个地面，哎，有一条长长的锁链，锁链的一端啊，连接着一些装置，可以把大粪小便全部清理干净。那他们总得有一个去处吧？究竟这些大粪小便去了哪里？他们还会有什么其他的用途吗？我们一起去找一找。牛粪都去哪儿了？这台机器当中筛出来的是细细的沙子吗？当然不是。如果你和芝麻一样站在这里的话，你的第一感觉就是好臭啊。其实这些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奶牛的粪便。这台机器就是一台固液分离机，它可以把粪便当中固态和液态的部分分离出来，而固态的部分当然就是施肥了。那液体的部分去了哪里呢？它们会通过管道直接进入那边的几座大池子里，经过一段时期的发酵之后就可以进行施肥了。那这些固体的部分还要经过什么样的处理呢？那就是粪土。经过固液分离的牛粪啊，我们要把它放在这里进行发酵，通过这台分抛机再处理就可以当做肥料了。我们先来看看发酵的温度有多高啊。1、2、3，嘿，它要开始逐渐的升温，然后还会放在这儿。起来，放下来，抛起来，放下来。通过这样反复的翻抛，它们能够接触更多的空气，接触更多的氧，于是发酵的速度就会更加加快了。带走了这些热量之后，我们现在来看看被翻抛机处理过的牛粪变成了什么样呢？经过了这台大大的翻抛机，这边就是出来的成品了。哇，到这儿我们会发现温度瞬间降低了。看，现在大概是40摄氏度左右。其实到这里之后啊，大家都会啊，吹一口气，因为
如果经过了方抛机之后，刚才的牛粪就不臭了。牛粪经过处理后，作为肥料直接浇灌在这片土地上，滋养着丰盛的草场。饲料的营养价值是决定牛奶品质的重要因素，奶牛们除了能吃到纯天然的甘草，还要吃一些精饲料以及数十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这些饲料都整齐地码放在库房里，为了防止受潮和发霉，离墙离地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接下来这些饲料还需要经过粗切、搅拌等工序加工后送往检测室，经过各项指标的严格检测，才能被送到奶牛们的餐桌上。蓝厂长你好。哎，我看您手里怎么还拿着一包东西啊？甘草磨碎加工之后才可以检测。哦，这包粉末其实就跟我这甘草是一个东西。对，一个东西。那为什么要用粉末呢？检测它更准确。我们都要检测一些什么项目呢？主要检测它的蛋白、水分、脂肪、钙、磷、钾，还有黄曲霉毒素。要检测这么多东西啊？对。那他们喝的水有没有检测呢？检测一般送到这个政府机构第三方进行检测。奶牛居住的牛舍也要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另外还要通过利用风机失联系统保证牛舍的温度和湿度始终保持在适宜奶牛生活的范围内。在这里每一头奶牛都有自己的独立卧床，休息时可以互不干扰。铺床用的锯末也需要定期更换和整理，用餐时间一到，奶牛们就会享受到新鲜的美味。24小时不间断自动清扫牛粪，保证了牛舍的卫生。为确保奶牛身体的健康，检疫员每天都要巡栏。每一头奶牛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他所有的身份信息都记录在这对耳标里。他们还有计步器，就是这个脚环，用于时刻监控健康情况。一个相对封闭的小世界，在一个非常健康的循环当中，我们牛奶就源源不断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那你知道吗？当你在那些管子、那些罐子里面旅行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在。牛奶是怎么挤出来的？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去种地，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去养草，把小牛养大，看着奶牛茁壮成长，花了这么多的力量，用了这么多的时间，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喝上一口可口有营养的牛奶吗？现在我们终于看到牛奶了，它们在哪儿？就在这儿，这三个大罐子里，每一罐都储存着40吨的牛奶。我身后的地方就是生产牛奶的地方，我们可以听到里面的机器还在隆隆的工作着。没错，这里就是挤奶大厅。挤奶时间到了，浩浩荡荡的奶牛大军不紧不慢、秩序井然地走向挤奶大转盘。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是什么？好吃的吗？怎么从来没见过？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当然，那只是摄像机镜头，会有什么味道呢？奶牛们的脚下就是每18分钟旋转一圈的转盘式挤奶系统。挤奶前要先进行验奶，抛弃掉头三把奶，避免奶头的奶污染，然后用消毒毛巾把奶头擦干净，就可以挤奶了。挤奶完毕，挤奶器会关闭后自动脱落，如果发现牛有健康问题，挤奶器也会自动脱落。同时，监测数据也会立即呈现在后台监控设备上。被挤出的牛奶通过吸奶器、输奶管进入奶缸，迅速冷却，
储存在0到40摄氏度的低温罐中，以保持新鲜。整个系统完全封闭，这些新鲜牛奶很快被装上运奶车送到工厂。每一辆运奶车都装有先进的电子铅封，可以避免中途被人打开。全程密封可以保证牛奶在运输过程中不被污染。 GPS 卫星也会对运奶车行驶的路径和时间进行监控，如果停车超过10分钟就会被重点监控了。牛奶都去哪儿了？追踪牛奶的去向，得跟着车跑啊！跟着这些车，我来到了收奶广场。说是一个广场，其实这里更像是一个停车场。可是这个停车场很特别，我们在那儿除了看到很多车以外，还看到了像这样特别的管线。这些大大的管子里装的是什么呢？不是汽油，也不是水，而是好喝的牛奶。我们每一罐牛奶啊，到这里都要先经过非常复杂的检测，如果有一项没有达到标准，整罐牛奶都将会被拒绝接受。那这一罐一罐的牛奶在这里要接受多少项检测呢？你想想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正确答案就是49项。检验合格后，工作人员会将运奶车的铅封一个一个都打开，接到大管子上。这下运奶车上的牛奶就进入工厂了。牛奶是怎么装进小盒子里的？经过检测合格的牛奶会被送到生产线上进行下一道工序。因为牛奶都是来自各地不同奶牛挤出来的，所以营养成分也会有些许的不同。在均质机上进行均质，对它们进行强力的挤压、强力的冲击、施压膨胀，这样它们的营养成分能够更好的融合在一起，脂肪颗粒也会被挤压得更细小，喝起来呢口感也会更好，营养也会更加的充分。同时再进行下一道工序闪蒸，让20吨的牛奶在1小时之内迅速地蒸发掉5%的水分，这样我们喝到牛奶的口感会更加醇香，看到牛奶的颜色也更加的白。每天有多少人要喝牛奶？你要喝多少牛奶？所以想象一下，一个大型的牛奶工厂，它是不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储奶装置呢？没错，经过闪蒸之后，牛奶们会进入这样的储奶罐当中。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16个大大的卧室储奶罐并排的躺在一起，每一个储奶罐里可以储存40吨的牛奶。那怎么控制它们呢？其实这里有很多的阀门，这些阀门啊都是由中控室来自动控制的。那这么多牛奶流经这些储奶罐，它需不需要清洗啊？当然需要了，我们都要洗澡呢。而这些储奶罐当中啊，每隔15个小时都要进行一次非常彻底的清洗，光清洗就要耗费4个小时。很多小朋友除了爱喝牛奶以外，还喜欢喝带着奶味的饮料，比如说榛果粒，比如说酸酸乳。这些东西在哪儿呢？就在我旁边的这些立式储奶罐里，在这里面加入一些配料，就可以把牛奶变成这样好喝的饮料了。每一罐里都是不同的配方，那如果我在上面接一根自来水龙头的话，是不是就能打开龙头开怀畅饮了呢？UHT 工艺什么意思呢？简单的来说就叫做超高温瞬时灭菌。牛奶当中啊有很多的微生物和细菌，对我们人体呢是有害的，我们喝不了的，怎么办呢？通过管道当中137摄氏度的高温给牛奶瞬间的加温，这样
就可以把微生物和细菌杀死在里面。我们不能让它接触光线，不能让它接触氧气，这样通过超高温灭菌的牛奶可以保存一个月以上。牛奶在这里经过超高温灭菌后进入到灌装车间，隔着玻璃窗我们可以看到一盒盒的牛奶排着队奔向前方，有机器人把它们装箱并且整齐地码放起来。整套工序都是在自动化流水线上操作完成的，车间里只有不多的几名工作人员。最后自动运行的小推车将整座牛奶稳稳当当地运送到仓库里去。其实这一系列的自动运行都是由中控室发出指令进行操作的，中控室就相当于整个流水线的大脑。现在我们就在生产环节的大脑里，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电脑，还有很多台电视监控着生产车间的一个角落一个角落。哎，那究竟在这里我们要重点监控的是哪些地方呢？我们背后的这堵墙叫中控电视墙，它选择所有的画面都是我们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的控制点，也就是第二排的中间两个，主要是监测我们灌装间的成品的纵风和风合。你比如说我们第一排的第三个，它主要是监控我们仓库里设备一些牛奶泄漏。就是这里啊，是一个中控室，除了监控以外，真的如果出了问题的话，是不是也从这儿就可以直接处理呢？对，所有车间的设备的话，都集成于这个中控来控制的。所有车间的报警点、一些设备的异常状态、一些异常情况的话，在我们中控系统都有显示。只要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的话，它都能够第一时间报警。所以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中控室，有了这些很好的监控，现场车间里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人了。对对对对。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线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一盒盒牛奶，在整个过程中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不能被机器代替的，那就是质量检测。质检员会随时抽取生产线上的样品，先尝一下味道有没有问题，然后检查包装质量是否达标，并记录下质检结果。此外，技术工程师们也会随时查看机器的工作情况是否正常。经过这么多程序之后，最终味道鲜美的牛奶被送到了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太多的管子，太多的罐子，太曲折的旅程了。不过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牛奶安全健康的、充满活力的迎接光明，拥抱世界。嘿，那这么多的经历，最让你难忘的是哪一部分呢？难忘，我觉得可能是超高温瞬时灭菌的那一瞬间吧，那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的、很不寻常的经历。经过超高温瞬时灭菌，我们就可以安心的进到小盒子里了，而且这个小盒子可以隔绝空气和阳光，不需要防腐剂，就可以让我们在常温下存放很长时间。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疑问，谁是第一个喝牛奶的人呢？这第一个喝牛奶的人是谁呢？谁是第一个喝牛奶的人？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经常不允许你喝各种各样的饮料？但是如果你说你要喝牛奶的话，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反对。可古代的人，他们怎么享用牛奶呢？据我所知，为了使牛奶的保质期长一点，他们可以把它变成奶酪，也可以再把它提纯一点儿，变成黄油。但是，谁会是那个第一个品尝牛奶的人呢？你知道吗？你知道谁是第一个喝牛奶的人吗？你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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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你们知道吗？到底谁是第一个喝牛奶的人呢？谁是第一个喝牛奶的人？猜想，猜
心的挤奶工。嗯，味道不错呀。也许世界上第一个喝牛奶的人就是这样一个粗心的挤奶工。以前人们可能觉得刚挤出来的牛奶呢是最新鲜的，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刚刚挤出来的牛奶是不能喝的，没错没错没错，刚挤出来的牛奶其实是不能直接喝的，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细菌，还有我们人体无法分解的成分。在过去，我们没有办法给它们消毒，也没有办法进行特殊的检测，怎么办？怎么喝？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方法很简单，把牛奶加热变成热牛奶，我们就可以喝了。可是热牛奶也不是你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因为我们人体缺少一种乳糖酶，很多成分我们是分解不了的。怎么办？还有招数，那就是用它把牛奶变成酸奶，你就可以多喝一点喽。牛奶和数字。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个数字游戏怎么样？我们每人轮流说一组数字，另一个马上就要说出数字后面和牛奶相关的故事，你敢不敢接受挑战？没问题呀、啊，我先来。7000年前，欧洲人基因突变产生了乳糖酶，人类开始大量长期的饮用牛奶。请听题。1298，公元1298年，马可波罗游记里提到，成吉思汗的骑兵没空做饭，就在马背上冲兑了糊状奶粉，这是最早有关奶粉的记载。1865年，法国人巴斯德发明了巴氏消毒法，牛奶中的病原体被消灭了，牛奶成为更健康更安全的食物了。巴氏消毒法通常是将原奶加温到72摄氏度到80摄氏度，然后保持15到30秒，或者加热到65摄氏度，保持15到30分钟，这样就可以尽可能的杀灭原奶当中对人体有害的微生物，并且还能比较好的保存牛奶的口感和营养价值。那么牛奶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不仅仅会以牛奶的形式跟大家见面，有时候还会以这个酸奶、奶酪、奶油啊、冰淇淋什么样的啊跟大家见面。那你是喜欢你牛奶本身的样子，还是喜欢自己变成酸奶的样子呢？嗯，我想想啊，当我是牛奶的时候，我是可以被加热的，但当我变成酸奶之后呢，我就只能是冷冰冰的了。但是不管是牛奶还是酸奶，我爱你们的心是不变的。哇，那我必须对你的爱给予热情的回应。哇！哎呦呦